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明晚期杂宝勾连纹掐丝珐琅碗。为什么说它是真的呢？首先我们看这手头，这个手头呢还是比较的这个厚重的，说明它这个胎呢这个用料呢还是比较厚实啊。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釉料和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个特征，发色很艳丽啊，没有那种乌土感，和这个明晚期的这个器物是比较一致的啊。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化痕迹，后返的东西呢它一定要去做旧啊，那做旧呢就会出现那个做旧的痕迹。那这种包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尤其口沿这个地方，它这个磨损露出了这个铜胎，但这个铜胎呢，您看到啊，是一种非常温润的沁到胎骨子里面去的一种熟老感。然后我们看看底足也是如此，从这个磨损露铜处这种熟老入骨的包间来看，也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啊，综合来看，这是一个倒带的真品。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好的，请鉴定席输入鉴定估值。鉴定估值我们也暂时封存起来，现在就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其实这种铜胎掐丝珐琅一起来看一下这一件藏品的市场报价，150,000元人民币，远超您的预期啊！马上来揭晓一下刚刚封存的鉴定估值会是什么情况呢？80,000元人民币，好，马上揭晓文化副值，请看，16,0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我们的鉴定估值稍微低了一些。是这样子的啊，这个珐琅器在当时来说真的是绝对是官窑中的官窑啊，这个但现在是个市场价格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鉴定确切这个方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尤其是有数十年年份的一些作品，它身上也有一定的老旧感啊，所以这个在大家在收藏的时候呢有一定的犯嘀咕啊。那这类同类型的这个作品呢其实在目前的这个市场上普遍成交的一个价格是8到10万这么一个成交的一个价格，所以我认为这个两个这个报价都是非常合理的啊。好的，感谢鉴定席的分享。那么对于这件藏品，三方能不能形成最终一致的鉴定结论呢？马上进入成鉴时刻。好的，现在三方可以输入各自认定的鉴定结论，我们会进行关键词重合识别，如果识别通过说明核鉴成功，如果识别未通过说明至少有一位专家在至少一项关键词上存在着分歧。现在系统正在识别当中，掐丝珐琅，明晚期，
联文碗，真品识别通过，核鉴成功。这件藏品也会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谢谢。对，